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介绍一下，我叫昌达夫。我叫李如刚。李如刚同志是一位老演员啊，也不能那么说，相声说的比较好。不行不行啊，相声说出来幽默含蓄，高雅不粗俗。您这夸奖我，用一句俏皮话来说，那怎么说呀？李如刚的相声啊，敢说是飞机上挂暖壶。那怎么讲啊？高水平。不行，我水平没那么高，没那么高，没那么高。您就是小腿肚子上绑暖壶，这话水平比脚高。哦，比这个脚高。哎，我跟您说实在的，我谈不上高，不带高字，不高。那您是屁股上挂暖壶，这话有一定的水平。这是什么俏皮话？老演员了，不能这么说。最喜欢跟您一块研究啊，愿意跟我合作。哎，那最近怎么老没见你？最近家里头事情比较多，忙一点。哦，忙什么呢？家里头老来客人。哦，有客人啊，那你得热情接待。你不热情也不行啊。怎么了？我们那客人不请他自己来啊，不让吃自己吃，不让喝自己喝，把他们送走了，变着法的回来，非在我们家住下不可。哦，还要在你们家住？有时候在我们家一宿一宿的闹。那邻居们能没意见吗？邻居有意见呢啊，谁有意见到谁家闹去。哦，这么一说是熟客人。熟倒不熟，嗯，到目前为止他们谁是谁我分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个头不一样，模样长得都差不多。哦，全一个模样。可不是吗？那是什么客人呢？耗子。哎，耗子。对，叫老鼠。对，这好，就招待这路客人呢。就是太多。我记得你们的卫生是挺好的。那是过去。现在呢？现在是卫生不合格，老鼠比人多。啊。墙角挖窟窿进去就搭窝。见人都不躲，挺胸扬着脖，面包也敢嗑，牛奶随便喝，吃饱了喝足唱小曲儿，没事跳回迪斯科。哎，别跳了。行了，乱不乱啊？太多，一批一批的来。耗子多呀，没关系。嗯，你呀、想法治一治。怎么治啊？办法多了。嗯，你像那个下那个老树架子，是那个。哎，对，耗子少了行。啊，一两个耗子，耗子家的啪给打住就完了。对呀、我们家耗子多，夜里出了排大队。你一个耗子家的，你打谁呀？哦，你们家耗子排队出来。我们家耗子夜里一出来排大队啊，出来之后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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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啪打着一个，哎，打到了不是？后边那几位一看，哎呦，哇，全没有地雷。你们得接边，我们得接边，就是这位，嘿，滚，绕过去了。你说一个耗子家的，你打谁？哦，这个不解决问题，不行。哎，你呀、你下耗子药，耗子药，老鼠药管事儿，你低估了耗子的水平了。低估，过去我们家治耗子全用药。你们家那是什么时候的耗子呀？啊，你们家那是50年代的老耗子呀。我们那是传统耗子，作案水平低劣，思维方法简单。那也难说，过去的耗子没文化。哎，耗子也更新换代啊。反正这么跟你说啊，耗子家的耗子笼子耗子药一切白费，不解决问题。哎，还有个办法。你呀养猫，猫是老鼠的天敌，猫能吃耗子。不要再说了啊。我们家过去养过猫。养过猫。嗯，养过猫那该没耗子。别人家养猫没耗子，我们家越养猫耗子越多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它是这么回事，您给说一说。这是去年春天的事儿。哦，春节刚过，我们家的耗子全体出动啊，在我们家开春季运动会。耗子开运动会，好家伙，长跑短跑啊，跳高跳远，
翻圈跳环，自由体操，各种项目是应有尽有。你们家怎么办呢？我们家也不含糊啊，免费给他们提供食宿。对，你们家是东道主啊。不客气的说，我那个小酒柜就是一个小的奥林匹克村。那还有供应点儿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我农村一二舅给我送一只猫来。哦，送一只猫来，进门就喊我，怎么说？大富豪。就是说你们养耗子别找狗，我给你送宝贝来了。哎，这个送猫来了。我爱人一见这猫当时就生气了。哦，你爱人不乐意啊。让你二舅把这猫逮走。怎么了？咱们家不养这样的猫。这怎么了？长得太难看了。是啊，瘦小枯干，秃里吐气，胡子拉碴，不讲卫生啊。特别这两片小胡啊，跟你二舅长得一模样。这叫怎么说话呢？咱们家养猫不养这样的猫。养什么猫啊？养好猫。好猫什么猫？你像过去有这个戴妹啊、虎皮、梨花玉狮子、乌云盖雪、雪里送炭、鞭打绣球、金钩掉一皮儿啊，这都是在府的猫。你呀、你不能完全听你二，你不是为了逮耗子？我也这么说。还是的。好说歹说，我爱人总算同意把猫留下了。哦，留下以后怎么样？你别说，留下之后真解决问题，是吧？当天晚上耗子运动会宣布休会了。哎，全藏起来了。耗子憋了三天不敢出来啊，最后有一只大耗子眼都绿了，哼，出来找食吃。嗯，钻到我那柜橱里头，连吃带喝，吃饱了喝足，从柜橱里头出来了啊。刚一出来怎么样？碰着我二舅送那只猫了。得，冤家路窄。耗子一见猫啊，怎么样？乐了。耗子乐了。我认识你，还是个醉耗子。这醉耗子，我刚在柜橱里头喝了点，我能不醉吗？哦，喝酒了。哦，喝你不就是康达夫的二舅从农村送来那只垮猫吗？垮猫？你这垮猫你看着我干嘛啊？你看着我干嘛？你看。你看着我，不怕你看着我吗？嚯！你甭看我耗子，我比你个儿小啊！我比你个儿小啊！啊！比你个儿小，我十二属将里我头一个。对，你猫你比我个儿大呀、啊？嗯，十二属将里可没你。哎，这倒是。你属于编外人员。编外啊！我到现在你还农村户口了。你提那干嘛呀？你看着我干嘛啊？你看着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放你吃了。当当当当，三下五除二被这耗子给吃了。你看怎么样？吃了不是？打这起啊，今儿吃俩，明儿吃仨，后吃五，不到半个月，我们家耗子销声匿迹，踪影全无了。哎，这回你爱人该高兴了。这是我爱人对猫的看法，嗯，产生了根本的变化。是呀，嗯，怎么着？说这猫啊啊，是我们的家庭哨兵。哼，说这猫啊啊，是卫生模范。啊，说这猫啊，你是捕鼠英雄啊！说这猫啊，是特等功臣，带了那么多头衔，给了他很高的荣誉。那当然了，主要你们家这只猫啊，它做出成绩来了，做出猫成绩来啊！啊，做猫成绩啊！啊，逮耗子那是我分内的事儿啊！啊，这是粉工的不同。啊，其实我抓的不是耗子，那是。抓的是革命工作，哎，这样这猫还挺能说，这是我替猫说的，我说的呢。我是说好猫咱们得好养啊，到处学习先进经验，嗯，要科学喂养，加强管理，要在半个月之内改变猫的面貌啊，决心还真不小。对，你具体说说怎么养的？首先说每天早上起来让我给猫洗脸。对了，啊，你给猫洗脸啊？用不着，猫自己会洗啊，拿舌头一舔一划了。那哪行，我也有要求啊。我也让我用温开水啊，檀香皂边擦边洗。哼，洗完了之后给它抹一点奥奇美容珍珠霜。好嘛，全糊一块儿了。让我拿镊子啊，盆盆盆干嘛呀？被胡子全给拔下来。拔胡子啊？不行，那是猫的触觉机关呢，不拔不行啊。怎么呢？我人每天嘴对着嘴喂猫，那胡子扎得慌啊。对，
那是得扒了。也别说扒了之后，那猫显得还真绍兴。这没听说过。嗯，每天睡觉之前啊，让我给猫洗脚，啊，洗那爪子。对，那洗完了让我给剪一剪脚指甲。这，不行不行，猫那指甲抓耗子全凭那指甲了啊。嗯。不能剪，不剪不行啊！怎么了？这猫有时候爱人抱着，有时候背着啊，有时候夜里钻被窝。猫一撒欢，爪子尖，抓人怎么办呢？哦，那是得剪了，是吧？嗯，隔三差四让我给猫洗一次澡。哦，还得给猫洗澡。洗澡要求的条件可就太高了。这你得说说。不能用热水，为什么呢？怕烫着。哦，不能用凉水，怎么呢？怕记着。哦。那得用10度以上、30度以下的温水，呵，加1%的涤百通溶液，干什么呀？好防虫治病。嗯，再加半袋洗发香波，那是好除垢留香。哦，这时候把猫头搁在外头，猫身子泡在水里头，嗯，分2步上下搓洗，瞧瞧，讲究洗透涮净，滴着出来您再瞧，特别漂亮，比什么全寒碜。啊？怎么寒碜？比石头一大粗猫有什么好看的？这倒是，我爱人说了啊，洗猫不擦等于白搭。得，你还得给擦，让我拿软毛巾擦拭3遍啊，讲究上不沾湿气，下不滴水珠，哼，然后打护发素，上卷发器，加热烘干，吹风成型。这时候您再看怎么样？那真是爆炸式飞行卷花式的猫，吓我！到了美发厅了，这还没说吃的呢。你说说吃的。吃的讲究高蛋白、低脂肪、充足的维生素啊。为了增加营养，准备了葡萄糖、鱼肝油、可可奶油、酒心巧克力，比人吃的都好。不客气的说，比你吃的好多了。你甭逼我。有一天，我爱人把这猫给打扮起来了。怎么打扮的？给它穿上小衣裳啊，挂上铃铛，嗯，戴上红花。抱着他逛大街、遛公园，照了几张彩照。瞧瞧，这不折腾吗？晚上抱着猫出席朋友家一个宴会。哦，猫参加宴会。对，吃饱了喝足，夜里头猫到家睡不着觉。怎么了？在外头遛食腿了，那是撑的。溜着溜达，那边吹起号子啊，咣就撞猫身上。得，这猫一进号子呀，啊，扑哧一声把它吃了。乐了，哎，猫乐了，哎，怎么着？我认识你，我，哦，认识你，不是12属下里小耗子第一名吗？啊，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咱们俩聊聊。哎，过去，嗯，过去你就把我抓住了，我抓你怎么？我指甲全让人夹粗了，我还怎么抓你呢？不抓我，你也把我吃了啊？我不吃你啊！杀进海味鱿鱼，我就够吃饱了。我吃你小耗子怎么呢？你不吃啊？我不吃你，我就吃啊！你得抓我，我走，我说不抓就不抓了。我告诉你说啊，我今天不抓，明天不抓，永远不抓你这个小耗子呢。为什么呢？我已经到这个份上了，具体的革命工作啊，我就不抓